个常见的档案。第一个是逗号，也就是这个地方后面哈，分隔符号是逗号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其实这边也是文字档，你可以把它打开，这个叫定位点。OK， 如果说你假设要把资料放到 Excel， 那当然目前它不是 Excel 档，可是我要怎么样把它放到 Excel 档啊，并且拿来使用哦？那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一样开一个空白的 Excel。OK， 那第二个的话呢，你要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这个档案哦，我是把它放在我的桌面上吧，哦，桌面上的位置。OK， 所以呢，我就要把这个逗号的档案哦，假设我要把它拉到什么呢 ？Excel 里面用的话，有两个方法可以达到我要的目的哦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哈，不过我比较推荐的啊，你可以用什么？这个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是在档案里面有一个开启旧档，好，那开启旧档的话呢，哈，你直接跟他讲说，哦，我的东西是在桌面上，我是放桌面哈，桌面上面有一个叫我的进阶的那个范例，好，进阶范例里面呢，我有一个档案，不过你会发现哦，打开之后呢，因为它的预设的格式哈，它是用那个 Excel 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无法开启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边可能有个地方必须要修改，就是你开启旧档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你要把什么呢？把这边有一个什么所有的 Excel 档的这个选项哦，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里面有 TST 的，所以呢 ，TST 哪一个有呢？你可能要往下看一下，有没有 TST 的那个档案格式可以供开启啊，哦？有没有文字档案？有没有发现？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去做开启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把那个所有档案改成那个文字档案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地方哦，开起来之后的话，好，你就可以看到它。那我们先利用什么逗号这个来做练习，开启。那接下来特别注意哈，你的那个编码方式，哎，马上变乱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预设好像会判断你是越南文，那其实不是哦。所以你一定，如果你用这个越南文，你进来一定全部变乱码。所以请你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哈，那个繁体中文的这个选项，所以往下找繁体中文。如果繁体中文你也不要选错哦，这边总共会有四个，那记得选 Big File 这个。OK， 啊，其实哦，如果你选错了哈，你会变成 CNS， 我看看 CNS 变这样子，啊，倚天的话变这样乱码，有没有 ？Make 变，哎 ，Make 也可以哈。OK， 所以 Make 好像相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啊，我是建议啦，一般习惯是用 Big File。OK， 啊，其实就是950，啊，950。那第一个啊，编码方式哈，先选好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特别注意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分隔符号。那它有两种选项，一个是分隔符号，还是固定宽度。那基本上呢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分隔符号逗点嘛，啊，如果未来假如你不是分隔符号，而是那种好像有次序的这个宽度的东西，你可以用，哎，你可以用固定那个宽度的方式汇入，所以我们用分隔符号，然后呢，繁体中文 Big File，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，分隔符号是哪一种呢？记得选逗点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逗点之后呢，它会帮你分隔开来哦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其他的话连续符号，这边不用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第二个，请你勾那个逗点 ，OK， 然后呢，再下一步，那他问你说呢，哈，哎，这里面的话。请问一下，你这边栏位里面哈，是不是全部都要汇入啊？如果假设你其中有一个，比如说你的那个客户名称不要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不汇入此栏，那它汇入的时候这一栏就去掉了。啊，其实等同是你把它那一栏删掉了。不过这些我们都要，所以我全部哈都把它当一般好了，好让它自己去判断，好按下按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资料哈叫。这个 product 逗号这个工作表就帮我把它汇入成功了。啊，最后如果说呢，我希望让它栏宽自动调整的话，你可以选 A 到 H 栏，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条线上面点两下，啊，栏宽把它自动调。那这个功能哦，等同于你格式里面自动调栏宽啊一样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练习怎么样，先把那个。逗号的部分哦，哎，先把我汇入进来，第一个哦，好，那汇入成功之后的话哦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请各位哈试一下，另外还有一个，
有没有？这边在我们范例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啊，不过这个里面哦，它中间这个地方哦，没有任何东西，但不是空白哦，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 tab 哦，好、哦，特别注意哦，所以另外有一个那个 product 的这个档案哦，它基本上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，开启旧档，然后选择文字档，选择这个 product 没有逗号的这一个按开启，那它有什么差别呢？哈、哦，基本上呢，前面的步骤都一样，只有那个哈、哦。另外，其实编码方式哦，假如说你不选那个繁体中文 big file 哦，其实 Windows 那个 ANSI 也可以哦。其实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哦。Windows 点，然后下一步哈、哦，选择用 Tab 键，哎，你会发现哦 ，Tab 键哦，它会自动帮我把它格式出来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其实里面就是 tab 好、哦、，OK， 用 tab 当中间的那个，那、啊、其实 tab 就是 table 键哈、哦、，table 就是表格的分隔符号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按下一步完成，哎，它就自动又帮我汇入一个，好 OK， 但是呢，刚刚的第一种，这是第一种方法，用开启旧档。不过其实说真的，我比较习惯哈、哦、第二种方法。为什么第二种方法呢？实际上哈、哦，我把这个先关一下好了。假设这个，我们可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好了。好、哦，如果说我要汇入的话，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。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哈、哦，请记得啊、哦，是从资料里面。一般呢哈、哦，习惯上都会从资料里面。那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这个所谓从资料，意思说外部资料了。其实这个应该这样指的外部资料。那外部资料里面包含哪一些？从 SS 待会用到，从 Web， 从 Web 就是从网络上啊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有些资料从国外的那个网站嘛，比如有一些什么股市啦、期货啦啊、哦、等等的交易，那也可以从 Web。那不过我们现在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是文字档，所以你可以选从文字档。哎，好像感觉第二种方式好像比较简单哦。因为第一种方式哦，如果你刚刚漏选了一个。开启旧档这边你忘了把它改成文字档案哈，你可能也会找不到你的档案，所以看起来好像第二种方法哈，哎，从文字档案，然后呢直接怎么样？不过你会发现好像一样是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开启旧档那个画面，好啊，也许你可以再试着怎么样找那个把那个逗点这个啦，不过哈，因为汇入之后的话，好像后面的动作会是一模一样的，好，所以。至少啦，你就练习一下，就是说了解一下哈、哦，从资料跟从开启档案，哎，两者反正至少你熟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哦，从这边好像比较简单一些些。OK， 那试着也是把这个地方哦再汇入一次哦，练习一下。好，这边是逗点。好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按完成。啊，放在哪里？不过最后一个动作好像不一样，最后一个动作他会问你说放哪里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在那个 A1 哈、哦、这个地方哈、哦，然后按个确定 ，OK 哈、哦，那就完成了。那待会的话哈、哦，哎，汇入完成，而且另外好像感觉哈、哦，刚刚开启旧档好像没有自动调栏宽，可是用那个资料里面的汇入功能好像会自动调栏宽呢，哦，两者之间好像。感觉上啊，我的习惯还是用第二种方法哦，所以请各位呢试着就是利用那个刚刚讲的哈、哦、两种方法，分别呢汇入哈、哦、那个练习一下用那个所谓的那个文字档案啊、哦，那这两个练习完之后的话哈、哦，待会我们要来看就是我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如果我的资料哈、哦、是在 ACES 资料库的话，那一样哈、哦，我们也可以什么点选 ACES 资料库。然后他要问你说你的 ACES 资料库放哪里啊？好，那我现在是也是要放桌面上。桌面上面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进阶，然后打开来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选择的是从 ACES， 那我刚好我的范例档案里面也会有个 ACES， 好，你一样可以把它开起来。那也就是说哈、哦，其实未来啦，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装 ACES， 可是你却要把 ACES 里面的资料、哦、拿来使用的话，其实、哦、有 Excel 就可以了。
啊，也就是你可以用那个从 Web 啦，也就所以很多人电脑里面没有装，公司没有买 S 的授权呐、啊，反正没关系啊，你一台电脑他做好哦，比如说他是管 database 的人，他装就好了嘛，其他人只要是用，那就是直接什么把它开起来。那这个档案哦，如果要共用，也许可以把它放在网方上面嘛，啊，大家一起去开启它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的话可以达到那个资料共用的目的嘛，反正大家都来源一样，哦，这样就没有争议了哦。不然的话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资料库，那大家以谁为主呢，就会有个问题哦。所以请各位呢，可以先试一下，把刚刚的那个文字档案跟那个 Access 资料库哦，先试着开一下啊。那个 Access 资料库开启之后，其实他也会跳这个画面问你说，请问一下你要汇到哪里。那其实他有三种方法哦，不过我还是比较推荐用第一种，汇到表格。那第二种方法是汇到所谓的枢纽分析表哦，因为你汇到枢纽分析表哦，他就直接就跳到枢纽分析表的画面了，然后把栏位都带过去了，那会变成一个问题啦，就是你没办法再去做修改资料的问题，因为它就是直接去连那个 S 资料库，哦，所以哈，如果你要经过后续的修改内容，然后再产生枢纽分析表，那你可能要汇入的话，哈，就汇第一种表格部分，汇到哪里呢 ？A1 储存格按确定，好，啊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把 S 资料库呢，帮我把它丢到 Excel 里面来了，哦，所以。记得哦，这边是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也许这边的话把工作表名称哦改一下 ,ACCESS 哦 ,SS 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也许工作表是 TST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奇怪，汇进来为什么 SS 哦，它汇进来的东西比较漂亮，哎，没错，因为它汇进来之后是帮你汇成一个表格。那如果你用文字档的话，汇进来它就是一个范围，它不是一个表格哦。那表格的话，它已经帮你做格式化处理了哈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哈，请各位练习，就是说，先将那个TSD 汇到那个，就是先 TST 的哈，啊，两个方法，一个是我们用开启旧档，一个是用那个第二种方法哈，从 Web 哦，不，等等资料里面的那个从文字档里面哈，帮我做汇入。那不过你。如果用从资料的从文字档，你可能要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，他最后会问你说你要汇到哪里哦 ，OK 哦。那在我的范例档里面呢，有两个档案，一个是逗号，一个是 tab， 那这两者哈、哦，我想你也可以稍微熟悉一下，因为大部分会给你资料，大部分都是用逗点，不然就是用 tab， 好、哦，比较少用其他的了。我看来看去好像很少。也偶尔会有用空白的，不过用空白的可能性比较低，哦，绝大部分好像还是用逗点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些，哦，那另外的话呢，其他还有像什么其他的格式，像什么 CSV 啊 ，CSV 其实就是逗点啊，哦，中间都逗点啊，所以其实以后如果你要开的话，也可以用同样的模式，只是说呢，哦。可能会有比较会问题，就是你开启的时候那个编码方式哦，记得一定要选对哦，你不要选成别的编码方，因为别的编码方打开之后哦，里面就乱七八乱码了，什么都看起来就是不对的。我要记得哦，我刚刚选的是用那个CP950，不用那个繁体中文里面的 Big Five 哈、哦，记得要选对哈、哦。